2020世界神秘联谊会目前呢正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，全台各地浮光人可以说动起来了。像是日前呢，宜兰的浮光人就率先拜访了邻居同心庙，邀请他们呢12月25号一起南下高雄参与盛会。鲜花。献上香花和水果，佛光山宜兰良别院住持妙琴法师，还有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及宜化区副秘书长陈灵泉一行人，欢喜拜访好邻居同心庙，要邀请广泽尊王和信徒南下高雄，参与2020世界神明联谊会。很高兴带着佛光会的重要干部20人来到宜兰的同心庙，希望他们能够参加我们2020年的世界神明联谊会。世界神明联谊啦，哇，伊无简单啦，我嘛，我都感觉有点心动啊，啊，真想要去啦。世界神明联谊会十年来不间断，由佛祖坐东邀请众神到佛陀纪念馆做客，一点一滴实现宗教融合的美好愿景。因为是台北宜兰综合报道。